凤姐报道，凤姐可是了不得的人呢、啊。凤姐现在人家在美国读书读大学了，去了美国做按摩脚的，按着去大学读书，服不服？而且还是读的好像是挺厉害的一个专业。凤姐发文啊，说这个唐国强也润了。啊，网上去搜一下呢，还真看得到啊，说有幸请唐老师来做客。吃鲍鱼，喝茅台啊，人都晒出来吃的东西了啊，说这个晚宴的当场啊，去了漂亮国了，不应该吃喝洋酒吗？还喝茅台，剩下茅台给我们喝不行吗？嗨，喝茅台是吧？然后呢，说人家吃鲍鱼。咱也不懂啊，这个说满桌子的鲍鱼，吃鲍鱼了。也润到美国了。你说你们润到美国干啥？你给我们穷人润过去，刷刷碟子岂不好吗？你们有钱在这里享受不好啊？怎么的？唐国老师，唐国强老师，喝茅台，吃鲍鱼，冲！